把给塞一枪，搞不好下个台。石墨鱼肚有啊，在那边。现在200块了，这个很饱的嘛，200块了。无人买哦，嘿哦，小哥哥无人买200。有人要三百鱼肚。这鱼肚要160了哦。啊，这无人买呀吼，200块尔，无人买好难。在这里卖600，600卖我，这个地方都卖我，昨天也卖600啊，2包给你1000块了，好不？好啦，好啦，上不了包，我一包就有啦，好啦，一包来，我办，不要坐，要跟我收卡，一包够人啊，哇，好，无来，无来，无来，阿爸要吃什么？阿爸，你来跟我买百二啊啦，哎，你泰国卡春节只有人要吃不来，我有到日本的，到过。穿的辣是他家的事，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的看他。他穿的越清凉，穿的越辣，我们越要看他，因为他既然都敢秀了，我们就要看他。要不然你这样子是对不起人家，知不知道？所以各位绅士，你们要认真看哦。不要不尊重女性。300块，
会黑啊，无哈？这瓦跳起来，不要膝跳的这些。嘉义小吃是吗？嘉义棒球场。哈，那我们来讲，哦，这最好是收了，这个两个台。我还可以讲，起码膝跳的。这个月不要去，我还在重要。这人你讲哦，像人同款啦，吉凶不再来，死不再恐。有性命较重要，无命搁较值钱嘛。可以。还过来要吃啥？鲑鱼头啊！鲑鱼头是啥嘞？鲑鱼头这大量的，哦，头先得买300块，头先干来我一瓶用钱才300，这两瓶我哩300块才过几条，哎，这瓶过哩也300对不对？这过哩300块啦。好不好？也从100块，这大量300块，买好嘛？鞋啊，鞋啊，鞋啊，存进两啊500块，哎，好包的。你龟头嘛，要吃好嘞。哎，太个新鲜，太个。对啊，嘉义南里来的小鲜肉。我知道民雄鹅肉一条街。菜皮虾仁卷两百块多。无啦，不是新鲜，不用去抬啊，去抬抬啊，新鲜啊。奶奶，那边也很冷，是不是？虾仁卷出去辛苦嘛，不然不虾仁卷的哦，200块的，无啊吼，啊无那个东西，冷死你家了哦，变冷死你飞机了。还得500块，你又不在贵价了，100块也够了。好嘞。还得弄西够了嘛？我再弄我几个我发箱卖。嘉义最出名的不是那个三条线的路吗？好像在水上，是不是？有一包啊，一包够了。啊，过来不跟着下。黄金仓库，还在500块左右。这几块有你，两块有你，三块我发货，四块我发货，五块有你500块。不然不叫黄金仓库。哦，这等于用吹的，好吃嘞。这几块两块，这三块500，四块500块，还是500有人来。有人来，我吃300块，甚至300块有人来。哦，好有嘞。哎，各位吃什么？你加啦，你300块500块了。他跟你有以后嘞，他跟你有以后，你买300块，你来一家两家三家的四家的五家的来六次300块，好不好？哎，有啊，我曾经经过晚上经过三条线的路啊，就在白人牙膏那边嘛。我想说，哇，真的这老的啊，那这嘴查甫人，你路的你行。然后就慢慢的开过去啊，原来是有粉红色的灯光啦。过来不讲还跟你有雨吗？哦，水也好。哎，你个人来做300块，哎，两块300，三块，他跟你有一个线哎，几块来，三块来。还是六次300块够了，300块够了。白风转中游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次晚上经过那边就觉得很热闹啊。哦，那边叫白宫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晚上经过而已啊。我以前去那边
晚上去那边是去再往南一点，我去夜钓，钓鱼啊，以前爱消钓鱼啊。下次吗？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没等一下。哪一种？活的，活的钓。对，活的虾子。嘉义就是，去山区可以钓，台南就是去海钓。那活的黑啊，活的300块的。小姐要买。哪时台南才会有场哦？来过来，要吃黑啊！我现在没有其他时间在增加场次了。阿丽来，过来吃什么？后来的，后来。才是老司机，还有两包人啊！我吼，还有八十五，还有八一啊！哦，八一来，哎，能挂连能挂掉嘞。朱家宏，你是不是住台南将军的那一个？好不是哦，先搓人了再来。这么巧，热闹的地方都没有经过过，当然啦、啊，开玩笑，我一年开6万公里，我当然会四处跑四处玩啊。上尾两地，上尾三地，我参加行客一地啊，地一地300，你三地卖你900，卖700，卖600，还接尾500块，你有发生个用卡无发生？你个打折折了，切切对吧？好嘞，完全无有其他一只中古楼嘞。上尾三地，你以为开叫卖这样四处跑有什么好玩的？两四地500块，我看我还无聊到跑到北回归线那边拍照嘞。嘉义有经过北回归线啊，我去过北回归线那边拍张照再回家。500。我叫四点，结果还在500块先卖500块，得存多少钱来省？
我让买三百，300块三百块。我去阿国鹅肉汤那边，我记得我是坐火车去的，我就去找了，然后用手机导航，他就给我导那条路，我能怎样？阿三，哦，三百，那困地你们起来困地。你落到要死，都被吹你耳朵啦！啊，别一只股，这200块无吼，买300块无人来吼。我收起来。有啊，够蛮大嘞，这个老师才更多定出那个新的。再收起来，再来个更多定。我蛮大300块啦，蛮大。这利用搭针的对吧？搭针爱水啊！我哈，这两地二里、四地二里，这六地就好，真好包装啊！这六地超过400，这八地有300块，来这两地给我送个10地300块，两分好了。哎，你哎，开始分开。来，对，好走。哎，人家无讲你两家分开了。哎，别带个人来无300块，下边一个地方来，就四地，还是六地嘞，八地嘞。还是高点，你找点再找，再找一些，来，找几个位置。再找。不过说真的，前面右边那个阿婆烤玉米，那个阿婆烤玉米，连我老婆都说好吃，我儿子也说赞，但是就是要等。如果我等一下结束去买的话，我要下午1点才拿得到。要不然那个阿婆烤玉米，说真的。人家好吃有他的道理在。阿婆烤玉米，他的东西他不是用，他不是先烤好，也不是先用那个石头先把它焖死，而是他用生的慢慢烤到熟，真的好吃。哦，出来拍叫卖就怎样？你要经过很多地方的话，你不如就是随便走走逛逛啊，买点当地的小吃啊、特产啊，回去啊。买过来不吃虾啊？袋子给我。真的，阿婆烤玉米那个真的是有下过功夫，他们的玉米连挑都有挑过的。太快了，我人来吼，小心咪。就刚冷锅呀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等到下午1点才拿得到。那也不能说缺点，因为他人家就是慢那个一只一只慢慢烤到熟，然后一层一层慢慢刷酱。真的啦，民族路上面那一家阿婆烤玉米，你们有来嘉义的话，真的可以去吃，好吃，真不错。个人要小刚刚无200块尔，无吼。有时间等的话，真的要去买。然后听说那个民雄还是哪里也有一家烤玉米，很有名。破皮，再做破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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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
上的学生。OK。OK， 等就人要来提。你想以后人来无啦？我少钱可以买两包。好，惠民帮你留了。牛羊的会死咸的，四买两包，人来无五买两包，啊，这买够起来六千两百啦，又吃200块，无人来哦，六千两百够未啊？有啊。我回去调啦，我回去调。回去调快300啦，我。然后我觉得嘉义的凉面都不错吃。嘉义的凉面很少采用。嘉义听说有美乃滋的凉面。对啊，每一家都是啊。啊。我靠，出去去金罗西啊。美乃滋。对啊。他叫做北草，人叫北草，不要说美乃滋，阿伯你用笑。用笑。嘿。我知。还有一家伊个讲，他叫美乃滋，我也知。嘿，叫北草。人家讲北草就讲北草。阿伯你有家己人笑，我跟你讲。我唔捌食过，我也知。啊，你等阵不要去食。怪啊。这边直走出去，右边有一家7年2班的凉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这边直走过去，左转有一家卖油饭的，早上5:30就在卖。然后在后面这个方向，它有个那个有个烤肉干的，用手工的哦，手工在烤。一箱300块，300块价，300。我觉得嘉义这边的小吃很难种地的。过来，我白餐哦。哦，我是第三个。那个当地姐姐不认同。哦，我是梅姐。个人来我300块的。然后嘉义人跟我说的。如果不会去吃喷水的，绝对不是嘉义人。